咱上午还问你，这钥匙这儿停的，没怎么住呢，这个钥匙就看见了。要那两件事是吧？两件事上门，咱那是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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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马匹马，摔了，上马，上马，漂亮！哎呦，又疯了，又疯，怎么又没人？大局了，那你大不了局，大不了在这说大不了，是不是？大不了你非大局不中，大不了局，谁打不了局？你不打局了，打哪了？不用弄了，是值了。一搭的，大的都逃上你想吃药了嘞？吃不了这事，吃不了。你想吃药了嘞？吃不了这事，吃不了。你吃不了，你非吃药不行。行。你吃药了呗？就是吃不了这事，吃不了。吃不了。怎么讲？吃不了是吧？吃不了，没啥吃药。我吃的跑，他吃我。我吃的跑，他吃我吗？走吧，没事。你别动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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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
我吃了跑多了，腿嘛，我那天不吃多少人，讲多少，吃了，哎呀，跑了个身了，跑了个身了，是吧？ 换旗啊，这换旗啊！这吃的炮仗吃的哪？别吃炮了，炮先萝卜吧，炮，你把炮不要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你捡中炮？你捡中炮干啥呀？不比你中炮干啥呀？ 不讲中国话啥的，你有局的看着下不来，怎么怎么的？不好，不好，你多吃，多做做。我不知道，知道的，中国就是拼着的，拼着的。你没看着吗？拼着的。嗯，讲讲中国人，中国人，你看，嗯，那你他不会老？那我是。我好了，你走着。小猫，我一下子。反正多的是。 想要把大鸡杀掉，小猫该是自己活着，俺这一口鸡。我这一天就可厉害了。哎呀，我一改一只鸡，改一只鸡我不跑跑。就。你这多吃点，刚才我看见多吃个大鸡嘞。大鸡。刚才人家鸡，那是凭啥吃嘞？吃了活个猪一下，多一点。嗯。光了一波猪，结果我就给它吃了快钱了都。长满了都，钱多也不嘛。啊。是不是？给多嘛？我。啊，去嘞。 嗯，看见吗？我吃了一个，他吃了一个，大王吗？大王，吃点甜食的钱。嗯。吃一下，吃一点嘛。大妈。我吃了跑。想打。吃了跑，你吃了跑。嗯，他不一忙，帮忙跳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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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是不是？都心里有点不中了，吃吧，去吃嘛，吃干大嘛的，吃吧，去吃到我这条子的，讲的是不是？嗯，现在不吃你那。啊，鱼吃吗？对，鱼吃吃吃呗，这都吃吃呗。嗯，好不好？你妈看着香啊，我这没香，我没吃。哎，我不能吃，我不能吃多香。他吃哪香？麻糖呢？这看着呢，我吃的鱼就看着。我条麻灯鱼，嗯，他要干辣的。条麻灯鱼。鱼的不搞，鱼的不搞，我把这冰灯了。他俩鱼能搞一刀，搞一刀就可以平局了。哎呀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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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穿他俩的，穿点鱼了，一三四的鱼了。我就跟你说，那玩心，那跟他玩狠的，我都去吃肉汤了，嗯，都去吃肉汤了。平局不平局不行，对吧？平吧，那平局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平局不行，对。你不平局是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不敢动啊！这个你都按着摄像一枪，必须平局，不平局不行。那就平，平了他还找跑了。那个平啊，这可以了，没事了。他不敢吃相，哎呀，不敢吃相了。我骂了，我必死了，是不是？我看看我赌那个标记，平平那个货了。我骂开，是不是？你不平局，你是死。那可不行。你妈开跑，我还讲话你咋走？哎呀，把你人往前走，哎，在这还多个跑的是吧？嗯，外面多，外面多，外面多呀，这都人呢，这腿开吧？哎，起厉害！那你最后肯开了？那是跑，你要走，这跑马死死吗？这回马嘛，回马看，锐的样走，看怪物讲的，哎，你也有怪物讲，对，他的镜头是去不了，他的镜头啊，是，他丢啊，他丢啥子？他能丢了啥子？你看看，你丢不丢？你瞧他抓你，你不能跑，
那个虾了都多了。虾老板的开虾虾嘛，我没办法了，没办法，天天吃就吃，天天吃就吃。那你就到这一铺了。上下，举身体不？你身体要照的，叫你将军点举不是说了？打应该是举打十举吧，把举身体拽个好了。这个身体来得好，嗯，是不是？你比他身不重。我蛮好啊，嗯。怀大想怀大想，我来你看看。我这又不来，人家把你的阴谋识破了。啊，对了。要张一伟能听到你的音来，张一伟听到就输了，是不是？你。人家能挺好些啊啊，那玩意儿有主见，哎，识破了。马炮，你这是巨马炮，对，多个大字，四象拳，龙王合气啊！你反正没有办法，你只有下河。你再去游一瓶啊！游一瓶呢？哎呀，顶着顶着，顶着顶着吧。累了，回来不中了。打车路错了，是车车重兵吧？重兵你不重要，你去不敢理。不，你不敢理，你不能用炮打。就你的，这怎么了？骂了，骂你也是，骂你也是了。你也不是呀。我连这都不敢动，他白瞅。是不是？这两日，那可是。咱把那中途这中炮都给他搁不住，那可是，对不对？我家不知道乱炮。他不敢吃中途的，啊，中途不敢。啊，歇工吧。不管，明白。你吃中途讲什么？讲不是，怎么收拾？有用啊。这种中途，你咋说？你要是不用了，这炮还给冻住了。就是。吃不饱啊？撑死吧！你不能抢我条件。我要去撑你啥？赵五毛把猪都打过来了，哎呀，要撑你咋？石头给他了，给他。什么？给他个石头？什么？吃不饱嘛？真能吃石头？这个石头还吃不饱嘞？你不是那个？那你跑这个活的吗？他吃什么？吃这个猪骨？那不非吃猪骨？那肯定吃猪骨。啥事？不啥事吧？这吃吧，吃不就妥了？吃猪的吧？吃，这东西他妈开跑了，吃吧。这个是不要了啊？不要。吃了以后，过来上这四八档了。你啥事你还是不敢吃？你吃咬完你才过来。吃猪的吧？吃猪的讲一讲。哎，嗯，忙什么忙？忙你吧。嗯。吃完咱也吃一咱不是，我敢吃人家，我吃不了。得吃咱不是。对，得吃的也不是。啊，你找个不中。那匹马跑吧。这逼的跑要坏了，我那啥也不跑，我跑就跑嘛了，不跑跑我跑嘛，对呀，那你跑也得让跑呀，我跑给他搁地下，跑吧，给他搁到老姜呗，再上车，哎呦，这不是啥呗，跑了打这个猪吧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打个猪，打这个马不要了，要不要了？就要了，咱走马庄，咱先走马来打猪，他走啥？他走啥？谁先的？公马，他江湖外传，那你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先杀是个杀了，不杀，你的兵没有了，你有啥用？这臭兵的你，那可不是。啥子还不能给？是不能给他了。嗯，耶，不给。那你管你怎么回个？嗯，那怎么给他了？不给你就工兵派兵吧，你没办法，是不是？看着你咋想的话。推地方干不干呢？我咋干？我咋干？那有啥不干？推地方的是不是？你摄像管啥不干？对，都干。推地方的。嗯，都是摄像的。地方能杀香，能杀香，那我就跑了。速度太慢，这速度有点慢。你家里头开个马子玩过不行，讲人家干啥？那讲人家干啥的？我那枪多少一枪？我俩说讲啥香多好了？哎，发香对，然后马给吃了。吃了，哎呀，吃。那你没办法了，吃了你看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吃吧。跟着你吃不了，那下去了。这个跑吃不了，追了一步，马上不就活了吗？退回来。嗯，直接吃跑不中。对。退回来都好，就回来一步就行了。哎，不会退呢，那不会那是走。对，回来一步就行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刚才那是弄的。嗯。他不敢拼，他非拼不中。他不拼不中了。嗯。他这有小猪了。那可行。嗯。这跑了吧？这拼都可以。对，这个拼可以。拼可以。好吧，我也不能白来。你跟我去，那就是要命。你跟我去，拼！哎，拼了还吃我饼呢。嗯，现在是谁？关键饼不给他吃，吃跑跑，饼不给他吃，是不是？拼拼吧，你明白？那拼吧，是拼去了，当个刀吧，拼了吧，啊，会嘛？拼了，拼去得了。嗯，我给他机会的。就是，那会给机会。哪怕挣钱给他拼的呢？不给机会，玩儿是吧？就是。
漂亮，红弯弯的。你妈不成气啊？这个也成气，这让他不成气了，我也成气啊。这不成气，这咋不成气？这个从头过去的。嗯，王婆，你可以等等。我住吧，住走随便走了，走吧，不过租进不了。这你看他买的房子有了。哎，越包越住，我来把炮回来。越那你越住越骂住，越包你不光光干着。商量，我们起走。我能起走。嗯，我们起起大炮啊。屋子没人看，你随便走。对。没人看呀。现在我中间只能跑了。你这河路过不来，河路这老花看你。对。你河路过不了。你过不来。河路住你看这他。嗯。哎，大老爷下吧，我们起走去。他给吓得吓。哎。他给吓得吓。现在是拍的，现在是拍的。他想拍。对，都是你。你车上来。到了，到了。我没骑走，你不该管一下。我不走不动了，我的骑没骑走。上，我们骑走，关键我们骑走。他的牌子不能骑，你怎么？他牌子是我妈的过来的，看到的。我骑走，抱着回来。嗯，能吗？能吗？我跑吧。是搁上呗。哎，那能吗？我跑，能吗？我跑呗。那就动不了了。哎，那你这根梳子慢慢的吧。哦，这动不了。那就动不了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炮也都死炮了。嗯。我注意这工配的家伙。这不叫动不动啊？是不是？进一步吧。进一步吧。那你有办法呢？讲讲吧。讲讲走吧。我不叫走走，哎，就攻下了，厉害，攻下。蒋介石军，那早点讲，往下攻一点。讲，那他不讲，往下，才能拍我。他妈的，可以这么讲，你看。总是叫他那样，他不那是叫了，你不要弄那样叫了，他还想吃我跑了，你没有看过？不就那啥嘞？嗯，他还想吃我跑了。中华公司，他公司对吧？该就是说，炮吃不了，主要公司。嗯。嗯，现在你说你吃不了他人，我肯定不吃啊。对对，说你不跑，你吃不了他人，我吃不了他，他还死也没了，死一丢都是输，死一丢输了。嗯，可不是。上吧，上一步吧，你。讲起来。嗯。这是大喜大来，我大来大我兵。那你挡不住，你大有大法挡不住。哎，挡不住你就讲。兵没了。这不得讲，哎，啊，兵没了，兵太没了，嗯，靠，公司吧，那没招了，公司一百白工，你靠，你没用，那没公司了，嗯，叫你们给我挂个炮，嗯，这你要用啥？赶紧上轿来啊，这个是，入了，入了，入了，去马房，你不去了。